这么开心。你在吃的是什么？告诉我你在吃的是什么。早餐拼盘，然后有鸡蛋，鸡蛋，香肠，香肠，还有土豆，土豆，还有橙子和沙拉。橙子和沙拉。对，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香肠，鸡蛋，鸡蛋。好吧，那你今天吃什么？我今天吃汉堡，超大的汉堡。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吃汉堡。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吃汉堡。好了好了，开动了。好，开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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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哇，这个鸡蛋，我好喜欢吃鸡蛋啊。好喜欢吃鸡蛋，那你今天这个汉堡有什么不同吗？这个，哎，嘿，这个是，牛肉蘑菇芝士汉堡，它加了一颗鸡蛋，但是这个鸡蛋是有一点生的，不是全熟。好像超赞哎！对，超级赞。然后，而且鸡蛋的蛋液流出来了。那你要怎么决定怎么吃？当然是，用手吃。我要先看你啃下第一口。这个是你点的吗？你点的吗？嗯，好像是你点的。我点的，我忘记了。炸鸡。这个好像是你推荐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它的这个辣的很好吃。你平时喜欢怎么吃？就是蘸这个辣酱，然后。这里有柠檬，对不对？我喜欢挤一下柠檬。啊。为什么还带有声音？啾啾啾！对，我自带声音。你可以示范一个。这个，好像有点烫哎，有点烫。那你小心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稍等一下啊。OK。口感怎么样？赞。那我们继续开吃了。今天这个早餐拼盘是我觉得好像吃过最好吃的一家，尤其是刚刚那个牛油果酱配班尼迪克蛋那个超级赞。叫它什么？早餐拼盘？早午餐拼盘？早午餐拼盘。嗯 ，OK。谢谢。哇，东西很好吃，谢谢。哇，这个装修很有意思哎，是那种复古的风格。哦，这上面还有一些杂志啊。哦，哎，这里也会有酒，啤酒可以喝。We don't get drunk, we get awesome. 送了。下雨了吗？下雨了吗？下雨了吗？老朋友，你在干嘛？你什么小胖？小胖，为什么你叫小胖？因为他最近吃胖了。小胖二的吗？哦，对，我减肥了。你要减？你不胖呀？你为什么要减肥？下个月开始。下个月开始，你要减肥？要减。为什么要减肥？为什么要减肥呢？采访你一下。因为瘦了就更帅一点。